好，小博士，唔好意思，准备开噶啦，你我 hold 住你，诶，大概系咪俾你嗰啲内容？系啊，系嗰啲内容。OK， 好，你唔好收住啦。OK， 好。我从山中来，还带着薰衣草。喂，你唱乜鬼嘢啊？冇听错，而家唔使出国，唔使到南加，就喺湾区就可以欣赏到万山千叶嘅薰衣草美景。薰衣草游行一日游，带你去薰衣草庄园，参加北加州一年一度嘅薰衣草季，去雷斯甲灯塔观赏天涯海角美景，到蚝湾品尝生蚝及美式料理，再拜访有旧金山蚝花园之称嘅杜苏里图小镇，最后乘搭海湾渡轮欣赏日落，并返回三藩市。由而家到七月底，逢星期六、星期日出发，十人成团乘坐 Fans 14座豪华小巴，团费每位138，赠送渡轮门票，但唔包含薰衣草园门票30蚊餐费同埋小费。特别欢迎家庭、团体及公司组团包车，推出买十送一大优惠，第十一位免团费。查询及报名速电星岛日报650-808-8888。媒体赞助：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华埠访客中心。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欢迎大家现在收听紧的是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都同星期五呢一个时间11:10嘅时候啊，就会同大家带俾你最新嘅一啲健康资讯。咁呢个健康资讯咧，当然唔只系我何亨坐咗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啦，我身边嘅拍档系仲有趙博士。趙博士你好，何亨你好啊，你好啊。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呢个大数据关系啦，我而家越嚟越多paper 啊，或者系资料咧，阿趙博士啊开始俾我望一望先，睇一睇先。咁啲大数据。暫時講，我哋今日可以帶出啲咩資訊俾大家咧嚇？嗱，我就快啊，何亨，你都變咗何亨博士啦嚇，係咪？啊，搞完呢樣嘢之後，你就變咗何亨博士，唔係呢個好緊要啊！嗱，你媽其中一個數據我 send 俾你，就係話有隻叫 Atrazine 嚇，就係攞嚟噴啲農藥一種嚟嘅，咁啊令到啊啲野草啊睇落去咧。就係佢，你唔想佢喺度咧，就噴咗落去啲葉度，佢就自己會慢慢消失噶啦。咁咧咁樣嘅嘢咧，究竟有乜嘢問題，同埋究竟有冇問題啦？咁嗰陣時咧，去翻2003年嗰陣時咧，就哇有啲咁好嘅嘢啊！哇，可以去咗啲野草喎、啊、咁樣，咁啊大家噴出去啊！咁仲有就係噴完咧，譬如你唔要嘅，你啊聽完呢個節目話我唔要嘅。咁隔離鄰舍啊，喺條街度噴咧，咁又會點影響你咧？我就 send 咗呢啲數據俾你啦。咁咧就呢個數據咧，就首先咧喺 Berkeley， 你哋加州啊嘛，大多數嘅聽嗰啲人都係加州。Berkeley 咧就有份研究報告，嗰陣時出咗嚟就話啲青蛙咧，如果係感染即係用咗呢只農藥落去咧。女士的青蛙會變成女士的青蛙會變性，男士會變性變做女人啊，變做女性的係啦，雌雄調轉咗，係啦，調轉咗係冇錯啊。咁嗰陣時就話咁我哋又唔係娃娃，我哋人類啦，咁會唔會有咩問題咧？如果大量用啦，咁嗰陣時就咁當然做出嗰個產品跟公司就會話都未有證據。你話有啫，青蛙娃娃又唔係人類，咁就咁樣拗嘅。咁所以咧就嗰陣時就有好幾個國家，包括法國啊，其他地方就話啊，咁有啲咁嘅問題出咗嚟。法國、瑞典、Denmark 啊、Finland、Germany、Australia， 甚至瑞士，而嗰間公司嘅廠家咧就喺歐洲嗰邊嘅。咁歐洲咁多個國家都 ban 咗，咁佢梗係希望緊。即係最高消費就係美國啦，咁就美國、加拿大咁樣啦，咁啊變咗，加拿大都唔係好高消費，美國最緊要，咁啊變咗就希望跟美國係會唔 ban， 咁佢就拗就話未夠 data， 因為我哋講健康大數據啊嘛，大數據，咁大數據有得兩邊拗嘅喎，就係、是、未睇夠數據就唔應該要判斷嗰樣嘢有問題嘅，係，咁啊咁就拗咧，拗咗20年翻嚟啊，咁就話。話咧就係、是、話要等，咁咪等咯，咁一路等咯，咁頭先咪講話啲娃娃會變咗嘅，咁咪變咗好啦。咁人咧有冇多咗啲嗱？有啲專家走出嚟話咧，其實嗰、那個亂性嗰樣嘢咧，有少少譬如廁所啊、男廁啊，變咗係可以女廁入去，最緊要係女廁而家男廁可以男人又可以入去喎。
咁變咗咧，會唔會同呢樣嘢有啲咩關係咧？就開始有啲咁嘅數據。阿趙博士，你講緊嗰個係即係無性別嘅一啲即係洗手間嘅安排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因為你諗下二十幾年前咧，呢件事即係呢啲咁嘅情況開始發生，開始啲研究，大家仲爭拗緊，即係好似戴口罩定唔戴口罩個問題咁簡單啦。咁啊，大家拗緊啊，拗下啦，咁就廿年後咧就會睇到，咦？呢啲人嚟噶嘛，佢未必變性，但係佢可能佢個傾向就唔係純一樣嘢嘅，可能佢會覺得係其實我都有少少似女性嘅，或者女性有少少似男性嘅，有啲咁嘅嘢出咗嚟咧。咁呢啲funding咧，因為做研究你要有人投資先得噶嘛。咁邊個做投資者咧？通常就唔係一個個人，除非嗰個人好有錢啦。譬如你有啲，譬如邊個投資？啊！整啲車做 EV 車啊，咁啊，你知道有個人係投資咗，仲變到好有錢添，因為係啦，係啦，冇錯，係啊，車行都唔敢投資嗰時 EV 車，譬如 Ford 啊 GM 嗰時都唔肯投資嘅，係有一個個人，佢搞完 Skype 啊，搞完嗰啲公司咧之後咧，喺高科技裏邊就投入去呢個將來人類咧要揸電子車，咁佢投入去咯，所以研究咧大數據點得翻嚟咧？就要靠投資者，仲要係某種投資者，通常政府啊、大公司啊嗰啲，咁或者有啲有啲人睇得遠咗，睇到啊呢個情況啊，原來咁樣投落去嘅，將來有趨勢嘅，咁就有啲咁嘅嘢走出嚟。所以研究咧，唔係樣樣研究都係好似你睇到就話為個社會好嘅，係要背後仲要有人去投，咁然後仲有個專家。咁希望個專家又係想為個社會好啦，嗰個投資者又想為，有陣時佢唔係為咗個社會好，為咗賺錢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嗰陣時呢個 Atrazine 咧，個投資咧就係話係冇問題，就要盡量揾多啲專家話佢冇問題。點樣知個問題大到咧，係佢話冇問題都搞唔掂，因為咧最後佢係真係有問題。而個問題有幾大咧？如果只是講變性啊，好多人變性啊嗰啲嘢，或者自己已經係定咗啦，咁你唔係長大過程啦，你唔會俾佢影響到嗰樣嘢咧，你又可能覺得啊呢個唔關我事，係咪？咁啊，其實你講緊嗰個農藥咧，我即係譬如我哋話點樣會即係接觸到啦，即係譬如啊，你話因為有啲農藥咁啊，令到咧就唔會有野草啊咁嗰啲生長啊咁即係你譬如青蛙咁，可能就即係佢哋因為個活動的空間就係起源嘢咁樣啦。咁但係人嚟講，譬如我哋唔會涉及譬如掂到一啲譬如食物啊耕種嘅時候啊咁。咁係喺邊一個層面生活上面，我哋會接觸到呢一種嘅農藥？哦，咁嗱，你有住屋嘅，下邊有人做有花王啊，或者人打理啊，或者你唔係住屋嘅，你係住樓嘅，咁下邊即係譬如 townhouse 咁樣，咁有個人嚟處理噶嘛，咁呢個係。數一數二的大農藥的東西來的，咁所以變咗係一定會像任何 lawn care 任何嘢咧，就會喺嗰度影響到。第二樣嘢咧就係啲種菜嗰方面咧，你買翻嚟咧，咁佢唔係話有機啊或者點樣，佢就變咗係可以用呢啲嘢噶啦。有機就唔得啦，咁但係如果佢唔係非有機嘅，咁啊變咗冇機嘅，咁啊變咗可以用呢啲咯。咁所以接觸咧要幾多成分就會有啲問題，咁就好講有咩問題啦。如果個問題話會唔會變，會唔會亂咗嘅，個性別嗰度亂咗嘅，咁你已經定咗，你肯定自己係點嘅，你已經長大四廿幾五廿歲，你唔使擔心呢樣嘢，因為唔會影響。咁啊變咗係，所以 data 數據就可以亂就係咁解，因為你話啊，咁對我唔影響。好似你啱啱講話，我唔一定要買粟米啊，好多好多啲隻嘢喎裏邊個粟米好多。咁糖又係好多 ，sugar cane 又好多嘅，一定要落嘅。如果唔落咧，嗰啲粟米嗰啲嘢睇落去唔靚仔嘅，咁所以變咗嗰啲營養影響咗，因為啲野草搶嗰啲營養啊嘛。好啦，咁究竟點解關我哋四五十歲啊、卅零啊歲啊嗰啲就開始睇另外一個 data set 啦，另外一個數據啦，少人睇嘅。就是咧脂肪肝，哦，系啦，脂肪肝都是近啲幾年係大家好關注的一件事嚟嘅，咁即係會導致脂肪肝就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啦。趙博士，不如咁啦，我哋聽一聽客户嘅説話先，轉個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今日嘅話題啊。好。
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的是 AM。Hello， 赵博士。系、哎，何亨，何亨你好。系，一间嗰节就会去到我40:30。好，得，好嘛？系啊，好嘛？大概我哋呢一个题目都可以继续讲落去啫。是啊是啊，我另外咧，父親節咧，啊咁就我食咗只鵝啊，咁啊咁只鵝咧，我食咗只鵝咧，咁我就影咗佢劏鵝個過程啦，咁係啊，劏鵝個過程。唔係咁係咪同嗰啲中餐館嗰啲燒味嗱南美鋪嗰啲一樣定係？唔係啊，因為我只鵝咧係冇同其他鵝一齊劏嘅，咁所以咧度到佢嗰啲即係精神緊張喺嗰啲血裏邊咧。我嗰只鵝就唔係好緊張，即係淋湯嗰下先至有啊。但係係啦，咁但係如果你韞咗佢四日啊三日啊，咁然後聽到其他鵝喺度，哇！我俾人劏啊，搞唔掂啊咁啊，咁變咗咧，到你劏我只鵝啊，係啦，入啊係嘛 ？OK， 好 ，OK， 好。今日我冇俾阿何亨預備添啊，直情係啊，佢問我佢講啲咩數據，我掟過俾佢睇。所以就講呢、這個就係、是、你要睇 data 數據啦，你要睇下啲數據邊度嚟嘅，邊個睇緊嗰啲數據，佢有冇 bias， 佢會唔會話其實背後講嗰啲數據咧，其實佢都係想嗰樣嘢發生，咁所以咧，所以我最緊要俾大家睇到，我擺咗上我 Facebook 度啊，就係同我公開咗嘅，就係、是、一早咧喺2003年嗰個決定嗰時咧，係同10月2003年。同一時間，歐洲 ban Atrazine， 美國嗰邊咧就 approve 咗，因為點係講都係講收錢嘅啫，咁變咗出咗嚟啦，咁而家整咗個大頭髮。講到性嗰個 destabilization 咧 ，sex destabilization 咧，就唔係好多人注意嘅，唔關個事啊嘛，啊，但係你會周圍睇到有啲咁嘅 destabilization， 咁仲話講到脂肪肝咧，咁大家就緊張。就係佢影響咗嗰個消化系統。咁我費事講得太耐，因為就快轉過去啦。咁我哋聽埋嗰啲廣告佢啦。區領袖擔任導師，每位學員將會喺7月23日參加施政演講展示並獲頒證書。現招收12至18歲青少年，學費每名600元，包午餐。訓練營時間7月15日、7月16日、7月22日、7月23日。而家就報名，為小朋友未來嘅成功之路打下堅實基礎。報名電話650-808-8888。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嘅健康密碼。好，咁啊，翻到嚟咧，第二節嘅數據嗰方面嘅，大家要留意嘅嘢啦嚇。咁啊，亦都有聽眾咧喺我哋呢個留言嘅渠道啊，呢個尾數嘅3936咧，就想問阿趙博士咧，關於呢個蘋果膠同埋咧呢個洋葱膠係分咩季節食嘅咧？咁我首先揾翻阿趙博士翻嚟先，趙博士喺度，仲喺度。我哋咧可能要着手咧係製作一啲。片段啦，或者係聲音檔咧，即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方便佢哋咧隨時隨地都可以咧係上去收聽啦，或者收睇。我哋一樣嘢下個禮拜做得唔得？得，好。好唔好啊？咁我哋即係求咗話，希望呢位聽眾唔好心急。咁啊，如果處理咗之後咧，我哋製作完咧就話俾你聽啊。咁啊，趙博士，我哋繼續咧入翻我哋今日嘅話題啦。咁啊，頭先講到係農藥嗰方面嘅一啲數據啦。另外，你亦都有個分享喎。就係、是、你食咗只鵝喎，喺父親節嘅時候。係啊，我父親節食咗只鵝，咁只鵝特別湯嘅，就係嗰只鵝咧係冇喺其他鵝湯嘅之中接觸過其他鵝，係咪？即係唔會話韞住曬佢啊。咁然後咧就喺4日裏邊咧，因為如果你想湯咧，係逐只鵝嘅湯咧就貴好多嘅。但係如果你分你走去 group 曬佢哋一齊咧，即係班埋一齊咧去湯咧就平好多嘅喎。咁但係咧個過程就係首先要運去一個地方專嚟劏鵝噶啦，啊跟然後咧就話喺嗰度咧佢要住4日，咁嗰4日咧佢就會遇到一啲鵝咧，本身佢譬如佢係一哥鵝嚟嘅，但係佢係阿頭嚟嘅，點不知去到咧遇到其他都係阿頭喎，都係一哥，咁啊大家拗啦，可能喺嗰度4日裏邊咧打交嗌交啊嘈交啊，
仲有聽到後面咧有其他鵝俾人劏，咁呢個咧就叫做影響嗰個神經系統啊，喺啲鵝裏邊又會入翻去啲肌肉裏邊咧。呢、這個我哋度咗嘅鵝咧，即係淨係齋劏佢咧，就會睇到佢嗰個神經系統冇受影響。呢、這個叫 cortisol 精神緊張啊，而人類食咗落去咧，你都如果佢緊張，你都會緊張。咁所以要揾個農夫係專係做呢啲嘢咧，咁然先可以做到嗰個研究嘅。咁啊，但係就唔講嗰樣嘢，講下點解呢個 atrazine 咧嗰啲數據會搞到咁亂咧？因為你賣 atrazine 嗰個多錢嘅時候，佢可以抌好多研究出嚟沖淡佢噶嘛。咁嗰陣時就好成功地沖淡咗美國呢邊，就沖淡唔到歐洲嗰邊。雖然間公司喺歐洲啊，歐洲成 ban 咗佢，佢話：哇，有啲咁嘅問題，啲咁嘅數據有少少咁嘅數據都唔得。美國就話唔得，咁啊，梗係睇下啲律師點講啊，咁啊，睇多啲數據，睇咗廿幾年啦，終於而家美國發咗個決定，係 EPA 決定咗，同一個 EPA 又話以前係得嘅，而家話咧喺夏威夷咧就唔得嘅，咁啊，暫時喺嗰度唔得先，咁啊，其他啲地方仲得嘅喎，咁啊變咗，所以諗下，咁但係佢點影響我哋身體咧？就係佢會影響，佢會破壞咗，我 send 咗俾你噶啦，佢會破壞我哋紅血球。同埋會破壞我哋嗰啲肝裏邊嗰啲細胞咧，喺咩嘢裏邊破壞咧？連啲魚都會破壞埋啊！咁所以咧，所以呢個咧，仲搞到咧，有啲有顏色色素嘅抵抗細胞咧，都會彎埋，即係黐咗條線嚟㗎，變咗唔知自己做緊乜啊！咁變咗，所以啲色素咧就周圍去啊，周圍走啊，一笪笪啊咁樣。咁所以你話啊，如果同一時間又想靚，但係又想食得平咧，咁點搞咧？本來冇嘢嘅喎，平靚正啊嘛，但係而家無端端出咗只咁嘅成分出嚟咧，仲廿年喺出邊咧走嚟走去咧，咁啲數據就開始出嚟啦。因為你如果話唔用得嘅咧，咁佢當然有大公司會 block 啊，唔用得喎。但係你如果話我而家唔係睇佢用唔用得，我想睇下佢點影響啲魚嘅啫，同埋影響個魚個紅血球。咁又唔會影響到佢，佢阻唔曬全部噶嘛。咁好在就有啲研究專家嗰陣時咧，研究咗影唔影響紅血球。咁我哋而家可以睇翻啲數據，影唔影響肝裏邊嗰啲細胞？嗱，點解紅血球同肝細胞會咁重要咧？你諗下個肝如果冇血咧，個肝就會壞噶啦嘛。所以咧影響埋啲血管啊，即係啲血管啊。嗱，你任何內臟要有血管去佢先得，連個心臟雖然佢做泵血嘅。佢都要有自己啲血管，如果唔係，佢都攞唔到啲營養啦，係咁噶嘛，係咪？係啊，係啦。咁等大家明白呢只咁嘅成分咧，而家嗰啲數據，因為講大數據啊嘛，首先要明白一下數據咧，要小心睇，唔好亂咁睇啊，唔好自己走去抄，跟住然之後冇人陪住你咧去睇咧，有陣時咧會睇壞嘅，或者睇錯嘅。但係阿趙博士啊，其實如果你話生活上邊咧，即係第一就你即係。教導啊，或者係將一啲數據分析咗咧，大家聽節目聽得耐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叫自我哋去監測嘅一啲嘅諗法啦嚇，咁啊有儀器嘅，即係譬如我當近日我就開始咧，即係驗下屋企啲水啊。哦，你咁做埋啲咁嘅嘢度啊嗰啲咁樣。哦，係，同埋甚至咧係即係留意緊一啲過濾嘅系統啦。即係唔同嘅一啲商品啦，咁樣其實如果你話市面上面見到啲過濾系統，嗱，即係我哋好多時都從譬如有農藥啦，咁啊跟住可能我哋有啲因為排放水或者淋花之類嗰啲啊流咗落去一啲渠或者過濾咁之類。好啦，咁我哋其實如果譬如有一個諗法，加咗一啲咁嘅過濾或者唔同嘅一啲嘅效果嘅一啲系統啦。會唔會幫到自己咧？即係冇咁多有害嘅嘢入咗個身體度咧。即係既然有啲數據用咗咁長嘅時間又做咗出嚟啦。係啦，嗱你諗下幾得意啊！你就諗住啊，即刻諗住救咗自己先。咁咪通常係咪咁啊？通常係咁噶嘛。人類就話留意翻。係啦，咁啊變咗嗱，好似火燭嗰件事咁啫嘛。咁而家搞到成個新澤西呢邊咧，都係日日都冇太陽啦，到而家都仲係咁喎。咁仲要係有陣時咧，忽冷忽熱添喎。有時太陽走出去，大多數情況都係有陣灰嘅嘢喺度。紐約都係啊。咁你諗下，其實冇嘢㗎，戴個口罩啊，或者點樣避免啦。但係點樣知喎？加州點知好多地方而家咧買咗間屋咧，佢保險公司唔保啊。
即係個問題係大到咁啊，因為佢要補咁多人啊嘛，咁佢全部一支過，咁我呢度又冇火燭，你又唔補我，咁啊變咗就係一個問題咧，可以大到係大家嘅問題。過濾水器咧係隔咧好多嘢嘅，但係究竟隔唔隔到 atrazine 咧，都冇人問嘅，冇人問呢啲嘅喎。隔唔隔到啊？同埋隔到幾多啊？幾時要用嗱？我會換水，因為啊有重金屬啊，咁我要隔重金屬。咁但係又要隔重金屬，又要隔即係譬如 PFAS 啦，又係啲嗰啲叫 forever chemical 喺加州有標準嘅。咁但係佢成段嘢冇講 atrazine 喎。咁你點知佢隔唔隔到？隔到幾多？幾時要換啊？可能有埋 atrazine 時候咧，我要每兩個月就要換噶啦。但係我冇喎。你知啦，我哋華人咧就慳住嘅，即係你慳先叫做成功噶嘛，唔可以淨係揾噶嘛，咁啊變咗你慳住，咁啊點不知慳埋落去嗰個過濾水器，咁啊就變咗，因為佢冇燈啊嘛，冇人做嗰個研究，你就話啊塞落去得唔得啊？因為我哋講數據，啊我就有多樣嘢同你講喎，就係時間差唔多啦，係咪啊？咁變咗就係點解嗰啲音樂咧同以前咧嗰個食健康嗰啲嘢咧咁開心，而家變咗做咧，哇！好似好得人驚咁啊！嗰啲佢講啲數據咧阿 Cindy 又錄咗嗰樣嘢，但事實上啲數據係好得人驚嘅。咁所以我想問下你有冇參與到呢個呢啲音樂係點樣整出嚟嘅？係製作音樂製作製作係啦，冇錯。未有創作。只可以製作，創作咧就要靠一啲即係對音樂好熟悉嗰啲，即係點樣編曲啊，點樣作曲啊咁樣。但我用音樂去製作一啲嘢就有啦。係啦，你諗下，食碗面以前幾開心啊！哇，食碗面啊，點啊？咁啊，雖然講有陣時講一啲得人驚嘅嘢，但係而家係淨係得人驚嘅音樂喎喺裏邊，咁啊變咗聽落去，咁我就要講翻，即係都影響埋我，想俾大家知道。第一就係、是、你要 cover 曬所有問題喺水裏邊嘅，仲有你唔會出去食飯咩？唔通你出去食飯又問下人哋有冇過濾水器唔得噶嘛？咁所以咧一定要喺嗰個油處理嗰度，最好就大家唔好再用啦。咁點樣就唔再用咧？就見到啲咁嘅嘢，唔再支持佢咯。因為如果唔係咧，就一路搞落去咧，個問題唔會越嚟越少嘅，只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密嘅啫嘛，係咪？係啊，所有嘢都環環緊扣嘅，咁所以咧應該咁講，聽眾們咧，其實你而家譬如選擇食物嘅食材嘅出產地啦。究竟是在哪個農場出產啦、啊？跟住就譬如食和牛咁樣計先啦嚇。咁、有好多朋友就話嗱，啲一種和牛咧，佢係聽音樂嘅。咁跟住咧，佢係飲啲咩水嘅？咁或者係咧，佢係食啲咩苗嘅？咁之類嗰啲，即係點樣去飼養佢咁樣，都越分越細啊！而家大家去揀選食材都嗱，我嗰只我講嚟聽一聽啦。係啊，即係我咧係冇食過粟米嘅，又冇食過黃豆嘅。跟住咧，仲要係未斬佢之前咧，要同佢祈禱嘅。祈完禱之後，同佢傾偈嘅。啊，咁樣我帶埋啲女去睇佢嘅。我話嗱，呢啲肉咧就咁嚟嘅。咁啊，等佢知道下，唔係一個天跌來噶嘛，唔係去鋪頭買就又有噶嘛。你睇下後邊係點樣？我哋越係明白後邊嘅數據咧，我哋越清楚啊。原來當我再食健康，但係我始終食咗咁多年唔健康嘅反式脂肪咁樣嚟講，始終都係要通波仔嘅，係咪？同埋而家越嚟越早歲數通添啊！因為之前嗰啲數據漏咗啊嘛，就係話睇下點先，而家咪睇下點先，睇下點咪就係睇到而家係點咯，就係、是、塞住咗，咁啊肝又唔識得通。佢話我都未見過啲咁嘅嘢，人做出嚟噶嘛，佢都唔係天然，咁啊做咗啲出嚟咧嘅嘢咧，咁然後就黐埋咗一齊。咁你話哦，我唔食佢，我用過濾水器。但係你唔食啫，你只動物你買翻嚟嗰啲肉食過佢，咁有人話啊我食素啦，但係你啲素種菜點樣幾艱難啊？你如果唔落咧肥田料唔得，啲肥田料邊度嚟？咪喺啲動物度嚟咯，就咁嚟噶嘛，係啊，係啊，所以施肥嗰、那個農地究竟啊，即係個收成咁樣，都全部都有影響㗎。全部其實都是環環緊扣了，都是環環緊扣。沒錯，沒錯。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譬如聽完節目，我都是每一集的尾都想跟大家說，聽完節目有什麼內容，就聽完可以有些啟發，跟著又看一下數據，再看看自己的雪櫃，再看看家人平時吃什麼，希望都是
大家想知道解決嘅嗱，解決咧就係蘋果膠同埋洋葱膠啦。膠咧係竟然可以咧吸咗呢啲嘢。嗱，同阿趙博士，我睇下製作一條片啊，通知大家，話翻俾大家聽，大家邊度聽到嘛？唔該曬趙博士，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析下一啲健康數據。拜拜。拜拜拜拜。東方事務所開業30周年啦，佢哋辦事專業。我絕對要等阿何亨咧去整一整個蘋果膠先。佢啊嚇，婆亨啊，我有嘢問你啊，因為你知你好快將一次要交房啊。你想做呢個製作咧，呢個製作咧唔係問題，係個最大問題咧係你未飲過蘋果膠，你亦都未煲過蘋果膠或者洋葱膠。你首先要做下呢樣嘢先，咁咧，然後咧，你整可以投入噶嘛？如果唔係，你淨係問我，可以，但係我嘅諗法其實都係，因為我一路好想嘅，係啦。呢幾個禮拜，即係唔應該咁講，一做節目都咁多人問咧，不如就咁啦。即係譬如我純聲音加文字，又或者我當拍一啲各機 video 咁樣，即係有曬少叫輕輕製作，我好快搞到嘅啦。即係只要我譬如我用我煲嘅過程，我拍咗條片，煲完點處理，咁啊點樣去儲藏咁樣，跟住就完啦。完啦，即係可能我哋好啲好 general 嘅嘢咧，我做定一條片或者聲，咁啊，譬如咩咧聲，我唔知，譬如擺升到佢哋嘅 YouTube 或者係點樣條 link， 咁佢總之一有就唔係我就 po 上去，咁啊咁簡單就算啦。咁啊可以，譬如我哋可以一路 update 個 version 噶嘛。係啊係啊，因為如果食咗落去，你唔出去食咁點搞？因為嗰陣時整咗呢個湯咧。就大家試咗咧，就發覺哇飲咗揾咗有啲反應啲唔同。咁呢個咧就喺NASA 裏邊咧，佢係嚟依啲嗰啲太空人啊上咗去之後咧，翻咗嚟好唔正常。佢覺得自己咧即係個身體好唔舒服，唔知點解點搞啊。咁呢個蘋果膠咧就開始喺個研究裏邊，其實膠本身喺啲果 jam 裏邊嘅不嬲都。咁啊變咗，但係就落咗好多糖，咁啊當然果 jam 就唔係一個健康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去咗啲糖嘅，喺個製造個過程咧，令到蘋果嘅水即係蘋果汁啊，因為可以變成蘋果膠啊，咁啲膠咧就會吸收農藥嘅，所以點解咧咁多食物喺出邊咧？如果佢自己本身有膠質喺裏邊咧，佢會吸收農藥，所以你要買有機嘅，你要買有機嘅蘋果，如果唔係本身佢嘅。啲膠已經係壞咗嘅，我試下準備下。你願意做呢個投資啊？你要買有機蘋果，你要問翻個電台俾翻錢你先啊嘛嚇。唔緊要，我自己聽眾有得益，或者聽眾共贏嘅得益就得啦。係有冇得 claim 㗎？想好奇問下你有冇？冇麻煩啦。咩啊？好麻煩咪老闆咯？我要話你搞乜嘢？點解會？係咪？值得付出都係冇問題，係咪啊？咁如果我真係，如果準備，譬如我做咗一兩日，我通知你睇下時間會好啲，好冇？得出邊有好多片嘅，講關於蘋果膠。咁你睇咗佢咧，你大概知道下，係啦。好啊。咁你咪揾我啦。夾一夾，繼續，好冇？好啊。好啊。咁我差唔多啦，因為同事入嚟啦，我都要靜心啲。好好好，唔使，拜拜拜拜。咁啊收咗線咯，係咪？咁啊28分鐘到。就今日個節目完咗啦，咁啊，但係其實喺個電台嗰度方便咧，就係錄啊短好多嘅。好似上個禮拜我唔喺 office 嘅，我唔可以撳個掣就錄俾你哋聽啦。咁你都聽到我把聲同電台錄嗰把聲，點解有唔同嘅咧？喺個播音室嗱，我一樣係條線冇改到嘅喎。咁啊，由我呢邊錄咧，同去咗三藩市嗰度咧，再錄翻咧就。我聽到都覺得哇，點解會咁嘅咧把聲？我把聲都唔係咁嘅，所以我喺呢邊咧就特登整翻部機係錄低嘅，等大家知道下啊，我把聲係點樣？俾啲女啊，其實俾我啲女啊知道下我把聲係點。數據講到數據，你起碼要知道個內容係點。你聽完出嚟嗰把聲都唔係我把聲，試過好多單㗎啦，好似喺香港咁錄低啦。我的鏡頭在這邊是清楚的，但去到香港的時候有時候是蒙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喜歡看到的東西是那樣東西是這樣就是這樣。我們量那個我那些血要看看它那些叫做 cortisol， 神經緊張的那個荷爾蒙。為什麼哇原來我外面買的那些鴨啊、鵝雞啊，
咁多嗰啲神經緊張嘅？點解佢會咁咧？就原來佢住嗰段時間臨湯之前啊，嗰啲研究，我揾次日等曬啲嘢出嚟咯。有人做呢樣嘢嘅，我覺得佢哋就做咗出嚟喺挪威，就係、是、做到出嚟咧，就係話當佢要等八個鐘頭，好多嘢發生過八個鐘頭，你一個鐘頭啊都可以咧，日人都可以俾人俾賊啊襲擊啊，好多樣嘢發生啦。咁喺嗰八個鐘頭或者要過晚咧。第一就是你隻有機雞分分鐘被人換了遞回給你的時候已經不是那隻雞了，被人你的有機雞就被人吃了，那這個就是你不知道哪隻雞打哪隻雞，沒打名的，什麼都不知道，雞就是雞啦，我就我鴨就鴨，第一是這樣。那一向以前都會說是這樣沒所謂，但是當你度到 cortisol 的時候，神經緊張，你就會發覺原來呢吃這些對於考試的小朋友，如果那個食物、那個、植物啊，那些東西有些神經緊張的成分在裡面的時候，令到他考試都會緊張埋。所以呢食物呢，即如果那個情況是需要到這樣，那什麼人需要啊？他要很小心，什麼人對眼一定要很好啊？將來揸戰機咁咪要好好咯，咁啊變咗你要睇下嗰個情況幾時用。你話啊，以前冇諗過喎。好似好多人就冇諗過個情況，之後個情況一嚟到啦，咁就話：唉，就係人生係咁噶啦。本身人生就唔係一定要咁嘅。如果你係唔理數據咧，咁就變咗喺咁多人群咁大個數據裏邊，你咪變咗一個 statistic 咯。即係話啊，有幾多 percent 嘅人就會出現呢個問題。但你只要唔係同佢哋做嘅嘢一模一樣咧。那個 statistic 就未必會 apply 到，不會影響到你了。所以為什麼去有知識關於健康，有很多人就說吃有機的就最重要，但是有機它怎麼處理它，它在 slaughterhouse 裡切，還是說是不在 slaughterhouse 裡切去 prepare 那些食物呢？這個就再退後一個數據了，就是個 sourcing 了，就是個 quality 和個 quantity 了。這些呢就是在大數據裏面呢，我們可以再看清楚一點。有時候有些數據呢，你看到有少少問題呢，就應該在那一刻裏面捉住它的。如果你說不是，我們所有數據都應該看多一點，看多一點才決定的。有時候看多一點就太遲了，因為譬如如果用的是病毒來的，它會傳染，機會率很大的。在第一個國家看回來，你說不是，我們又不是那個國家的人，我們又不是，我們又不是那個經濟，我們看久一點先，看定一點先，那就爆發了，那就會很嚴重。你說，我們譬如如果我們，銀行爆的，以前我在，食碗面的時候說，銀行爆開了，那就變了，遲些很多問題的，那你說不是，我們不如看定一點先，看定一點就多幾個銀行爆出來咯，就因為去加息，可能個銀行做個方法去維持它家銀行的是不可以在這個息口環境裡面承受得到，那你會看到有些問題出現咯。那你說 Atrazine 今天講的東西啦，在這些農藥界裡面你看完 paper 看完了，你有沒有看它怎麼影響紅血球啊？有沒有看到它，有些數據說關於它影響的肝，有在外面的。不過如果你只是說 Atrazine 影響人類是怎樣的，或者只是影響，sex 的 destabilization 是怎樣的，你只是看到這麼多，你要看闊一點的時候你就會看到，為什麼會這麼多人有糖尿，這麼多人有那個脂肪肝。我今天沒有說糖尿，只是說脂肪肝而已。然後脂肪肝呢，我們又再想想那個脂肪肝有沒有因為那些血管去個肝裡面它不好的時候，那會不會影響了肝的健康，有沒有其他東西？如果沒有影響到一些紅血球，沒有影響到血管的，我們的肝會不會好一點呢？或者肝有事的時候，如果 我知道我想補肝，但你補不來，因為呢身體頂不順，你不可以一次過補曬，即是你很想補，但是你不可以一次過補，要慢慢來。那你那個營養去不去到肝裡面呢，就很靠那些血管，
很靠那些血球紅血球那些細胞，而紅血球從哪裡來的？啊，又是在肝裡製造出來的，即是說個肝呢，除了啊，叫做解毒啦、排毒啦，還有就是它製造紅血球，雖然不是全部是它那裡製造，但是如果沒有了肝去製造紅血球都挺麻煩的。還有個肝是製造膽汁的，啊，你的肝的膽汁不好的，那就變成或者個膽不好的，咁啊個肝製造膽汁，佢就要不停製造，因為佢冇地方啊儲存嗰啲膽汁，就變咗你要需要用嘅時候，要靠個肝整整整整整整咁樣整得好快。但係如果你能夠可以話你明白咗呢個概念嘅系統咧，成個嘢點 work 嘅時候，你就話啊個肝咧一唔好嘅時候，或者個膽一唔好咧，會影響我消化能力。咁啊，仲有喎，就係幾時個肝會唔好啊？通常都唔係細路仔，係成年人，因為你做咗人咁耐咧，你就見咗好多好多嘢噶，食咗好多嘢噶啦，有好多嘢食落去好味，甚至有啲嘢食落去唔好味添。但係全部咧都係要靠個肝去處理嘅。咁然後嗰啲血管咧就慢慢喺嗰啲位度咧閉塞啊，唔係咁好啊，特別喺啲重要嘅內臟裏邊咧。所以很多時候人又說，我有糖尿病，你有沒有看過你的血管在個腎裡？啊，有些人有心臟病，你有沒有看過血管在個心裡？你那些地方是放營養下去的。啊，你的腸那些血管又要看喔，你說我的腸沒問題啊，啊，我天天都去到廁所啊，什麼？不是這樣，是個吸收問題好不好？如果你看你血的報告，發覺那些營養有些不是很正常喔，check下腸，同埋 check 個腸個吸收能力，仲要睇埋條腸嗰個嗰啲血管，要全面啊嘛。因為你講我哋要揾嗰個問題，個問題喺邊一度。而當我哋明白咗根底問題喺邊度時候咧，一處理咗佢咧，以後就繼續好落去。嗰個概念要係咁樣做法。咁然後揾咗啲 data 啦，啊，有人出錢啊，俾啲 data 啦，咁然後你我呢邊咧就供應啲 data 啦，咁啊睇 data， 所以好似就我咁樣啊，食我原來又可以睇我個 data， 關於我嘅神經緊張同埋睇下咁樣處理嘅，咁嗰條片我就擺出去 Facebook， 我就 open 咗啦，等大家去睇翻嗰條片咧。啊，我要 full disclosure 就係我食我嗰下裏邊咧，雖然有得食啦，啊咁亦都係有funding去睇啊。既然你話有啲咁嘅嘢嘅，不如度度佢，睇下個分別係點樣啦，就度得到點樣去處理你啲食物咧，係可以直接影響佢有冇 cortisol content 喺嗰啲食物裏邊有幾高，同埋個接觸個肉嗰樣嘢咧，個肉變咗有幾新。